Hello，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本《Treasure Hunt: Counting Colors》这本书呢，它还蛮大本的。然后呢，每一页都是印页书，就是印页的设计。那这本书呢，蛮有趣的，就是它除了在教学、颜色之外呢，然后它还有超过500个小小的图示在里面，可以让孩子当作找找书来使用，还蛮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吧。Treasure Hunt Counting Colors 这本书呢，我觉得还蛮 OK， 就还蛮简单去教那个颜色。就是第一个，它打开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是在教绿色 Green， 那整篇就是绿色的。那在教红色的时候呢，它整篇就是红色的，所以我觉得还蛮显色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 ，green color。那它里面呢有一些些小小的指示，就是可以让你当找找书使用。比如说呢，它会问你，你有没有办法找到第一个 one scaly lizard 在这里，就是一个。Two tree frogs， 一个在这里，然后另外一只在这里。Three farm tractors， one, two, three， 诸如此类。那四呢是 four handbags。1, 2, 3, 4，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们来看一下 red color， 比如说这个好了， seven love hearts， 那就找七个，你可以有没有办法找找看七个爱心，一个、两个、三个、四、五、六、七，七个。然后 five shoes, six Christmas Santas, yellow color, your color 有什么？ nine sunflowers, blue, 大致上就这样子， pink, purple.Orange 这本书呢，它可以除了来当教颜色教学之外呢，然后它还可以来当baby 的找找书，然后来训练他们的观察力，这还蛮不错的。Brown color, black color, white，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The end。